这就是我让孩子放下手机的秘密。鲁班锁魔豆 54T， 它由54个梯形木块组成，玩法是打乱后再拼回正方体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3到12岁是智力开发的黄金期，一旦错过将不可逆转。如今的孩子都有一个通病，一有时间就抱着手机不撒手，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，听到一点动静就分心。其实专注力并不是天生的，是根据后天训练提高的。经研究发现，那些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通常要比同龄孩子聪明许多。手是孩子的第二大脑，让孩子亲自动手去实践操作，动手能力越强的孩子大脑就越聪明，反应速度就越快，久而久之孩子的专注力也会得到提升，关键还能让孩子远离手机。